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玩仿真校车玩具。这辆就是我们的校车，它是黄色的。把校车打开，可以变成一间教室。摆上课桌、椅子，再摆好钢琴，还有凳子。小女孩要去上课了，还有小男孩。上课之前先上个洗手间。记得洗手哦。好了，去上课吧。小男孩到椅子上坐好，小女孩也坐好。老师来了，准备上课喽。今天要上英语课，同学们跟着我念 A A B B C C。 好了，同学们下课。下课去玩喽。过来玩跷跷板，小男孩一起玩。要回去上课喽。这节是音乐课，小男孩来弹钢琴。唱歌。好了，下课了。小男孩走喽。小女孩也走了。小女孩来玩滑梯。小男孩来玩木马。真好玩。小女孩在椅子上坐好，小男孩也坐好，准备吃饭啦。吃完饭过来床上睡觉。合起校车。